安平桥，当地原住民又叫它五里桥、西桥、安海桥三个名称。这座桥横跨晋江市和南安市交界的海湾上，全部由发干岩条石砌成，也是我们中国现存最长的海港大石桥，它全长有2.2千米，桥宽3.8米，桥墩有362个。安平桥始建于南宋时期。安平桥于南宋绍兴八年（公元1138年）破土动工，动工后又因工程浩大，未能完成，直至绍兴22年（公元1152年）。泉州郡守赵令麟主持续建安平桥。续建竣工投入使用的安平桥，全长2255米，桥面宽3.8米，有输水道362口，桥墩362座，桥板2308条，桥板最长的11米，宽1米，厚1米，单块最大重量25吨。